兄弟们，专属球队组建完成，开始常规赛之旅了。看看我的第一个对手会是谁呢？不是吧，开局就打湖人，没法玩了。哎，球队小前锋太弱，穷突破口了，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碾压呀。不行，这把打完必须去球员市场补强小前位置。杜兰特，这我肯定要了呀。我可以用海沃德加小乔丹加3000万发起交易试试。 Nice， 杜兰特到手，这下真无敌了。